妈妈看前面啊，等一下，坐下来，妈妈，等一下看这里，看前面，谢谢。对。请大家把这两个人一起过来到我们游戏的中间，来，大家合照一下。啊，这里讲话了。哎，要干嘛？他不讲话。他是很专心的玩沙，很专心的玩沙。到这里，我们看什么样的颜色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呢？共融式公园呢，哈，就是用共融式的游戏，啊，让小朋友，跟不同年龄、跟亲子、跟阿公阿嬷，可以融合在一个游戏过程啊，哈，啊，体验啊不同的共融的游戏方式。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共融式公园它里面隐藏的很多对小朋友的啊整个感觉统合发展有很多的帮助啊，比如说沙跟石头啊，它是一种触觉，让小朋友用透过皮肤的感觉刺激，让它产生啊皮肤的感觉的统合的发展啊，所以共融式公园是新的一种游戏行为哈啊，当然咱是希望讲咱彰化市这个公园啊。越来越多，也让形成啊共融式的公园啊，提供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啊在这个整个感觉统合、整个智能的发展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啊智能的信念跟发展。谢谢。跟大家一起来体验，那我们请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到我们这个游戏室的中央来，请大家来跟市长一起来合照一下，谢谢。